我有事要出去，没时间陪你玩。我刚才打手机给你，你手机没开。行，既然见面了，咱们就把话说清楚。你妈把合同给撕了，我也把支票还给她了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就好。那表示我们俩之间。 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听懂了啊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知道我手机为什么没有开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听。我妈把我手机没收了，还有皮夹子、车钥匙，我是自己偷偷溜出来的。现在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。跟我说这些。 怎么，要我相信你啊？你不信，你可以翻呢。我坐公共汽车来都没有买票。那个售票员肯定是男的，对吧？住嘴！好了好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有要事要出去，没时间陪你，你找安达。哎哎哎哎，别别别别别啊！我也是无产阶级，你们有事儿慢慢聊，我先走啊。安达，安达。 好吧，那你就留着看家，饿了厨房有东西吃啊。哎，你真舍得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。佳佳，我求求你，别再闹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被你闹得一无所有了。不会啊，你还有我。你。哎。哟，姐。 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头痛，想回来睡一会儿。啊，刚干两天就撑不住了。你姐在是没有用了。哎，顾立伟在吗？在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想跟他谈谈。哎呦，可能现在你上学不大方便啊。为什么？佳佳也在，她妈妈终止了合同，她正在求她呢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搅她了，还是回餐馆吧。姐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 顾立伟这个人靠不住，他跟我姐夫比一样，差远了。不，他跟你姐夫不一样。我虽然不赞成他的做法，但他确实是为了我好。我还是上去吧，正好大家都在，把话说清楚。你要说什么？我确实不能在餐馆干一辈子，我太累了。哎，那你干嘛不回家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今天，老听你姐夫说话，是不是他也答应你什么好处了？好，我不说了。 我不管了，行了吧？好了好了，对不起了，我只会弄这个了，凑合着吃吧。吃完了，我马上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去。他如果不跟我承认错误，我就永远都不回去。佳佳，你不要这个样，你妈就是因为这个，才把合同给撕了。我知道。 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坏了你的事情，但是我喜欢你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人家真的喜欢你吗？阿贵，阿贵。
看看你新房子。那我姐呢？如果顾立伟不纠缠她，我会接她回来的，但不会很快。为什么？她已经在餐馆里面很辛苦了，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。要是不吃足苦头的话，你现在硬拉她回来也留不住的。可是你答应过我，要好好对她的。我也答应过要好好对待你的。这个顺便帮我办一下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明知道我想要什么。这恐怕不合适吧。他是我多年哥们儿啊。也不是第一次干这个，我还是你多年的姐夫呢。不行不行，上次的事情已经把我姐害得够呛了，这次再害他，我成什么人了？聪明人，你想进临安集团，至少得先给我一份见面礼吧。菜洗好了吗？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咱们歇一会儿。没事。魏大板在等您呢，快请吧。啊，哎，你好。哟，这不是夏老板吗？你怎么也会到这种地方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来接你太太吧。真不容易啊，感情还这么好。早就听说你是这的老主顾了，怪不得保养的这么好啊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是在骂我老。是谁？等一等，据我所知，你太太已经没钱进这种地方了。是不是你又鸟枪换炮，喜欢上别的女人？对啊，她现在跟你的前夫在一起。你们两个倒是挺有缘的，总是喜欢上同一个男人啊。怎么回事？他搬走了，也不干了。电脑加密了吗？当然。他知道密码？当然知道。怎么了？算了算了，反正呢，公司要解散了，由他去吧。出什么事了？丽华电子已经撕毁合同，我也把支票还给他了。我的积蓄快用光了，安达也走了。看来我们只有各奔前程，把公司注销了。
幸好咱们俩实力还行，找份工作并不难。不，你别不干了，程序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解决了。可是我们已经没钱了，也没时间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已经没有心气了。没事的，房子你接着住，反正房租已经交到年底了。可惜的是，这些办公设备买的时候挺贵的，卖的时候又不值钱，就搁这儿吧。不，你真的要注销公司啊？是啊，就是手续比较麻烦点，工商税务的还要审计。那你能不能把公司留给我？你要它干嘛？账上一分钱都没有，它是个空壳子。其实我要它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，就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你和安达都走了，海燕儿也不会再来了。前两天这儿多好，大家热热闹闹，说说笑笑的，像个知道。别说了，我能理解。明天我就把公司的法人换成你，从明天开始，这公司就属于你一个人的。那你以后怎么办呢？能有什么打算呢？整肃仪容吧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哇，什么味道？哎呀，给我抽烟进来的不是？没事。哇，忘了点火了。什么？你没煮水啊？客人快来了，那待会儿拿什么吃？泡茶给他们喝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就去上水去。不，我看你真的是累了，来来，先坐会儿。你还是要回家休息。哇，不。晚上客人这么多，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呢？哦，这没关系啊，我还是去上锁。没，你看，来，先坐。哎呀，白老板，看来你真的换个年轻的了。哎，不然，我跟你说，这工作谁干都是一样，你在家休息两天就没事了啊。那你先坐着啊，我真的忙不过来，我再进来叫你啊。就这样啊。几天不见，学会关心人了。有什么事我们出去慢慢聊好吗？今天要吃点什么？我不要你帮我点菜，我要他来点。他不舒服呀。我今天也不舒服。啊，欢迎光临。这不是夏董事长的太太吗？您这是微服私访还是体验生活？哎，丽华，别太过分好吗？白老板，水快烧开了。好。真够听话，你们俩到底谁是老板？请问你要喝什么饮料？我得好好想一想。哎，日本店不是都有礼仪要鞠躬吗？刚刚你好像没给我鞠躬啊。给你泡茶去吧。等一等，我还没让你走呢。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。夏松林不是很爱你吗？你不是很有魅力吗？怎么夏松林他不要你了？对不起，我去招呼别的客人去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桌子有多脏啊，你帮我擦擦桌子擦干净啊。嗨，你和他之间纷纷扰扰流言，听了多少
心扉。夏老板，这是我的卡片。感觉我们的小姐照顾怎么样？嗯。外面那个唱歌的那个小姐，请她进来坐。夏小姐，你好大面子，这是谁点的请你吗？嗯，他能有谁？反正是有钱的老板呗。经理，你可是答应过我不再陪客人喝酒的。哎，这次你必须陪，假装你听说过吗？对，就是房地产大王啊，你高兴没准是的，是的。件经过公司专家鉴定，对这次竞标非常重要，全部鉴定还要再过几天。好，叫他们抓紧，通知安达，明天叫他们到公司来见我。叫人家来唱歌，人家唱得不好好听。这太吵了，不适合聊天，咱们换个地方吧。夏老板，话呢可要说清楚。我是歌厅的歌手，不是小姐。有区别吗？那当然，只要你肯花钱买钟，小姐就必须陪你。我呢，就只凭兴趣。能让这么漂亮的小姐感兴趣，我也很荣幸。事先声明啊，吃饭聊天就可以，别的呢，就免谈，省得伤了和气。巧了，我对别的也没兴趣。我把话说清楚了，条件很简单，当我一个小时的女朋友。不会是相亲吧？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许多嘴。嗯，那么说还有第二个咯？把妆弄淡一点。你还是找小姐吧。多少钱？开个价。我自己开价。嗯。啊，不愧是大老板啊，口气够大的。我要一套别墅，最好是3层楼的啊，还要带花园。嗯，要不要游泳池的？那当然更好了。嗯，看来你还挺有幽默感的。好吧，那就陪你玩一次。请。选上我呢？看起来气质不错，好像也见过点世面。那当然，我们家也开这家大公司，是吗？就喜欢你这股劲儿，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。对，除了钱。好，对了，你们这行应该是先付账，要多少自己拿吧。那我可都拿走了，至少给我留几张，待会儿买单用嘛。嗯，
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。欢迎光临。陶总要我请他吃饭，而且喜欢吃日本料理，就到这儿来了。哦，这边请坐。老板，我给你拉来了一位冤大头，不宰白不宰啊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妈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这就叫冤家路窄啊。夏老板，过来陪我喝杯酒吧，菜都是现成的。阿玲，你说她是你妈？准确的说，应该是我的继母。我没骗你吧？丽华电子应该算是一家大公司吧？哦，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夏处长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白子强，你那脑子就是好使，怪不得你能当上大老板。来，请坐。啊，来坐。谢谢。啊，天天好吗？好啊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了。什么？你心太狠了，他才七岁啊。这应该先问你啊，是你先扔下他不管的。那好，明天我就把他从学校寄走。能听你的吗？得听法院的。瞧你们夫妻俩，平常感情不是好得很吗？怎么一见面就吵架？他在哪个学校？我能告诉你吗？哎，白莲，你爱喝日本清酒吗？这喝热的好喝。再做这行了吗？哎呀，你看我像那种人吗？想吃点什么？啊，
最好以后呢不要打我这个主意。我什么事都能忍，但这事我绝对豁出去。不见得吧，我要是有女儿，我不会让她到那种地方上班去。那种地方怎么了？我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。哎，别在这掏钱啊，我爸真的会揍你的。那我应酬多，以后常常会需要带女伴，你肯帮忙吗？非常愿意。郝总裁，咱们俩喝一杯吧。怎么，勾引完我女儿又来勾引我？天地良心，我要是知道她是你女儿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到这儿来。先干为敬。想跟我合作了？顾立伟已经跟你闹翻了，他所有的手下跟他公司的资料都已经在我这儿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谈一谈呢？谈那就谈谈。看来没我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先回歌厅了，记得找我呀。一定。妈，我走了。小心点。嗯。她虽然不是你亲生女儿，但是的确有你当年的机智、风采，还有机敏。少给我戴高帽了，我要是那么聪明的话，也不会上你的当。你打算恨我一辈子？没错。哎，任何仇恨都可以有个协议的嘛，开个价吧。真的？只要我能做得到。我要你娶我。开玩笑。你不是说要合作吗？就把临安集团和丽华电子兼并好了。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心话呀。你想一想，要是我们两家真的合并，就会成为跨国的企业，到那时候别说是一个平台竞标，金融、电子、房地产，我们哪一样事情做不成？是啊，强强联合，这也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。同意呢？这个建议的确是相当相当的有诱惑力啊，可是这个转变太快，而且来得太突然。别着急，我的条件还没说完呢。临安集团和丽华电子合并，由我控股，我出任董事长。你到底是要我娶你，还是要我低价卖给你啊？我可以让你当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。哎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要是当初我就愿意听你的摆布的话，20年前我就娶你了，何必拖到今天啊？你是娶了一个听你话的人，可惜人家还是把你给甩了。郝丽华，你听着，今天就算是我跟安慧珍签字离婚了，就算是我公司面临到再大的困难，就算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女人，我也不会娶你。为什么？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善良。你有吗？哪怕是一点点。你这么好的酒倒了太糟蹋了。你早晚会后悔的。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即使做错了，也绝不后悔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偷看。看见别人这么欺负我，你肯定乐得够呛。没偷看你啊。我一直在切菜，你看我切了多少菜。把安慧给我赶走。她丈夫得罪你，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我欺软怕硬行了吧，我要是再看见她，我就让你这个店做不成，你信不信？其实不用你说，就冲着你们这些人呢，她也不会继续做下去。你不会喜欢她吧？干什么？我要是真的喜欢上别人，别人能拿我怎么样？
哟，大姐，您醒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快八点了吧。这是刚冲好的奶粉，您喝点吧。昨天晚上我怎么回来的？我一点都不知道了。夏中林的司机送您回来的。啊，对了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，说是您儿子学校的地址。医生说啊，您疲劳过度，一定得卧床休息的。哎呀，我真是太没有用了，刚干了几天就疲劳过度。麻烦你给白子谦打个电话，让他赶紧找人吧。哎。啊，安达呢？搬走了。搬走了？他搬到哪里去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回来的时候那东西都已经拿走了。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他怎么连你都没有说？没来得及吧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他的手机号，您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哦，我也有。谢谢你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您还想吃点什么？我给你买去。啊，不不，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，我还去看我的儿子。哎，慢点。哎呦！佳佳呢？还睡着呢，你看，门还关着呢。啊！你真的和安慧结束了？是他跟我结束的，真像是一场梦。人呐，不能生活在梦里，还是现实点好。我说你呀，还挺有福气的，哼。特到这么大年纪，居然能找到像佳佳这样的好姑娘。嗯，哼，要不看你这么喜欢她，我还下不了这决心呢。小声点，别让人家听见。知足吧，人家姑娘哪点配不上你啊？又年轻又漂亮，还特别懂事儿。好了，妈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托个朋友找工作，还得去面试。找什么工作？具体干什么我是不清楚了，他是做进口贸易的。靠什么卖一种法国香水起家的吧？卖香水，这和你的专业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妈，这年头啊，能够赚钱养家最重要了。专业只不过是个资历嘛，最多是在定工资的时候起点作用罢了。那我还是想不通，你读了20多年的书去卖香水？谁要卖香水啊？你早起来了？啊，我早餐都做好了。今天做的是西式早餐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。瞧瞧，多好的姑娘啊！我还以为我等不到今天。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啊？挺好的。嗯。枕头上都是你的味儿，我特喜欢。伯母，吃早餐吧。你们吃吧，我先洗个澡。啊。怎么样？走吧。嗯，我来。来，尝一口。夏天，我在这儿。你是他妈妈啊？对对，我叫安慧。这上面没有母亲的名字，只有父亲夏中林。那肯定是漏填了，不信你可以问我的儿子。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带了没有？啊，没有。哎呀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我们也是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。你们可以在旁边看着，我就只是想见他一面。好吧。我给班主任打个电话。
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倪老师啊，是我啊，你们班那个夏天同学，他妈妈来了，想见他一面。嗯，什么时候？哦，知道了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夏天昨天晚上突然发高烧，已经住院了。小姐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昨天晚上有个七岁的男孩叫夏天，是发高烧送进来的，他住在几号房间？啊，我查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啊，对，从门诊转过来的。啊，是。哎，王大夫，昨晚那男孩住几号房？他被他家人接走了。啊，已经接走了。啊，谢谢。自从顾立伟离开以后，开发部经理的职位一直空在那儿，你有兴趣吗？就怕我干不好，我那两下子 你是知道的。的确，凭你的能力和学识的确比不上顾立伟，但是你有你的优点，你不仅和吴德华是好朋友，而且和立华电子的王海燕来往也很密切。你也知道王海燕？他不仅仅是年轻啊，而且很受郝丽华的赏识，最近提升他很快，而且把他们公司网络竞标的事交给他全权处理，以后要和他多打交道了。一定一定。好吧，那就请小云带你到开发部去见见你的属下吧。好好，这边请。喂，助理，天天在哪儿啊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快告诉我。请问你哪一位？我听不出来啊。夏助理，你千万不要拿儿子开玩笑，我现在就要见天天的。要见你去见的，没有人拦着你。夏助理，我求求你了，儿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去过医院，去过家里都没有人，你快告诉我呀。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，我的儿子正在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，而且徐嫂也在旁边陪着他。医生告诉我，他很快就能康复出院的。天天在哪家医院？求求您告诉我了，我现在就要去见他。我下班以后开车带你一块去。夏中林，我现在就要去见他。你别干蠢事，否则你永远见不到他。喂，喂，夏中林，夏。对不起，董事长请在外面等着。啊，我有事找他。那也不行啊，董事长亲自交代的，谁放你进去就炒谁鱿鱼。什么？他来了，就在楼下。知道了。我刚刚给徐嫂打了电话，天天的病情已经稳定，吃完饭就睡了。很好。要不要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？这点事儿你不要管了。对不起。人活着一口气，这口气就是自尊，还有自信。